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优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晕染的款式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琥珀胶的06号，打了两遍底，这是一个六色的小草鞋啊，06号。然后咱们分别要照灯，照好灯以后，再拿出咱们镜面胶的金色，画一个反法式。这个法式略微的粗一点点啊。然后无名指用七彩香槟色做了一个跳色。给它铺均匀，涂均匀啊，然后铺满就可以了。中指的话，直接用浮胶沾了金箔，按压结实，然后上加固。还是用这个琥珀06号多做了一个对角的晕染啊，轻拍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拍好以后，咱们上加固。你们如果说颜色不够，可以去叠加啊。如果一遍颜色可以的话，就可以不叠加。然后拍好，再上加固。这边的加固没有照灯，然后拿出这个茶色玳瑁的一个06号色啊，它这个白也有点像瓷白，然后湿晕。加固没照灯做出来的晕染是比较自然的。然后做好以后照灯，然后再用茶色玳瑁的03号，给它做一个叠加啊，这是一个深色的一个颜色，然后咱们再用浮胶叠加一些碎的金箔，最后上加固，上封层完成。然后啊，咱们注意无名指如果不平整的话，一定要给它刻磨平整。学会了吗？记得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